大家好，我是小红，关注老年养生，关心老年人身心健康。观看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异性交往中，通常能让男人爱到深处的女人都是十分具有软实力的，在和男人相处中处处都能体现出她的高情商。中年女性虽然也是女人，也会有少女般的柔弱，但是她毕竟已经步入中年，经历了太多的事情，心智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他们想要的东西已经不再是以前追求的那种情话了。诚然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金钱固然重要，虽然它并不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，但是如果没有钱，生活就很难过得很好。有些男人自以为只要给钱，女人自然就会喜欢上你，其实也要看人，这一招对中年女人来说太不靠谱了。其实到了中年妇女这个年纪，思想已经比较成熟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。想要真正的搞定一个中年女人，还得花点心思。中年女人比较直接，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想要打动她们，首先要了解她们的心理。中年妇女她们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有自己的追求，不像年轻女孩那么随心所欲，更注重现实。在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想要找到一个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人，这种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强烈。女人到了中年，心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不管她以前有多喜欢幻想，但现实会让她变得平淡。所以光靠表面的热情还不足以让一个中年女人动心。虽然中年女人看起来对感情已经不感兴趣了，但还是抵挡不住诱惑，所以你不妨试一试对付中年女人的小伎俩。先热后凉，先热情再冷淡，这样中年女人才会对你感兴趣。女人无论多大年纪都是一样的，你以为你死皮赖脸地缠着她，她就会回头看你一眼吗？错，长时间跟女人待在一起，只会让她觉得恶心。一，了解她，爱她。人到中年，能有一个懂自己的人在身边，真的是太难得了。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已经是很大程度上的满足了。很多时候，女人想要的不是太多，而是想让身边的人明白她的意思。有时候，女人会无理取闹，不会跟对方闹别扭，只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如果一个男人能让她感受到爱，感受到她的关心，那么她就不会有任何的情绪波动。中年女人经历过很多事情，甚至已经看淡了，想要真正的搞定她们，就必须让她们感受到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其实任何年龄的女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宠爱，当你试图将她与其他人区分开来，让她感受到被重视，被人放在心上时，她们的内心会很容易被触动。有时候人的内心是脆弱的，当有人把她放在心上的时候，她的防御就会完全崩溃。学会理解，理解他的思想，给他更多的心灵共鸣，让他更容易依赖你。所以说感情这种东西，光是喜欢是不够的，要有共鸣才行。理解他的人生，与其和他争辩，还不如站在他身边支持他，陪着他。当他遇到困难时，不要成为他的敌人，而是站在他的一边，一起解决问题。男人天生就缺乏细腻的细胞，或许永远看不懂女人，但至少他学会了理解身边的人，理解他的心，明白他无论多大都想做他身边的女孩。女人和男人不一样，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如果你对男人不感兴趣，那你就永远都不会有结果。但是如果这个女人对你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，想要接近你，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了。中年女人对爱情并不抱太大的希望，如果你总是热情地围着他，想要得到答案，那他就不会接受你对他的好了。所以当你撩中年女人时，不要着急，先用你的热情来温暖他，让他习惯你的存在，然后逐步疏远他。很多男人不是做不到欲擒故纵，而是怕疏远之后就彻底失去了。其实不用担心，女人不会那么容易忘记的，他已经习惯了你的热情，当你突然变得冷漠之后，他就会对你产生兴趣，想要了解你。二，更需要陪伴。年轻的时候，他们是相爱的，也是独立的。
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在享受着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有了自己想要去看的世界，想要经历的事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他们步入婚姻的时候，女人们可能早就失去了原来的生活圈子，只剩下他们的家庭和同事。都说男人有理性，女人有感性，任何一个女人都渴望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。看到很多中年妇女，她们比其他女人更独立，其实内心深处也渴望着温暖与爱。想要打动一个中年女人，就必须抓住她的弱点，让她措手不及。中年女人虽然独立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，都想要一个关心和疼爱的人。在了解对方的心理的时候，给对方更多的关爱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宠爱。其实中年女神对爱情的渴望比物质更多，她们可以自己赚钱，只要你给她爱就行了。所以想要得到中年女神的芳心，满足她的心理需求，给她足够的关爱和安全感，才能让她真正信任。女神到了中年，对爱情的反应比年轻的时候要慢得多，所以当你刺激到她的时候，她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在追求中年女性时，首先要表现出温柔，因为没有女人会选择一开始就冷若冰霜的男人。如果你知道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对她表现出热情，陪伴着她，给她温暖，那么她一定会动心的。中年女人心里很寂寞，虽然她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却渴望有人陪着她。所以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丈夫的作用比以前更大了，他们需要丈夫的陪伴。很多男人结婚后都不想回家了，宁愿和不熟悉的同事喝酒聊天，也不愿意早点回家。男人只想着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，却没想到家里的那个人正独自承受着孤独和委屈。他们不会说话，但不代表他们不需要。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，还不如把时间花在真正爱你的人身上。三，需要可靠的安全感。中年妇女的阅历更加丰富，对人生和爱情的理解也更加深刻。她们不再追求第一眼就会怦然心动的感觉，她们需要的是无论何时都能让对方感到安全的爱。那是一种成熟而坚定的爱，会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。异性之间的相处，其实就是要找准彼此的共同点，找准方向，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能够遇到一个真心待她的中年男人，无疑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当然，不要总是表现出你的痴情，当你快要成功的时候，就收回你的温柔，冷淡地对待她，没有必要告诉她原因。你要知道，女人自然会发现你的不对劲，而你突然改变态度也会让她惊慌失措，从而刺激到她，让她迫不及待地想要接近你。先付出再疏远，再让中年女神主动联系你。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，那就是追求一个女人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只要你用得好，你追求的那个女人很可能就会主动出击。当你追求到中年女性时，首先要确保经常出现在她身边。中年女神可能有自己的追求，也有自己的想法。想要得到这样的女神，就必须要学会欣赏，才能找到共同点。只有相似的两个人才能互相吸引。当对方觉得你和她一样的时候，就会觉得你们是有缘分的，愿意认识你。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是任何一个女神都无法拒绝的。找到对方的喜好，找到对方的共同点，再对症下药，其实是很容易打动对方的。所以说，中年女神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强势，而是需要你去发掘她们内心最美好的一面。年轻人喜欢一见钟情，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哪怕遍体鳞伤，也觉得这是一种值得的经历。中年女人相信日久生情，如果一个男人能给她一种安全感，哪怕他不喜欢她，她也愿意了解他。毕竟爱情的甜蜜和新鲜感远没有内心的平静来得重要。中年女神性格好，独立，一般人是应付不来的。只要你用心去了解她，你就会发现她的优点，她会真心待你。感情这种东西从来都是相互的，
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一定要抓住，因为中年女人很难动情，如果你偶尔想起她再联系她，她多半是不会感兴趣的。女人到了中年，大多不会被男人三言两语所迷惑，所以想要得到女人的芳心，就必须付出真心，多和她在一起取悦她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及时主动，让中年女人看到你的好。记住，当这个女人习惯于你的主动时，你应该停止，这个时候十有八九中年女人都会忍不住对你动手动脚。其实中年女人并不是不想爱，而是这个世界太虚幻了，让她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真正的爱情，所以你不能一成不变地和她在一起，因为不管你的热情有多持久，她都会感到害怕，觉得自己握不住。都说男人到死都是少年，但女人的少女心却从来没有消失过，只是在遇到无法满足自己少女心的男人时，他们才会把这一点隐藏起来。被爱的女神越爱越可爱，他们会在真正敞开心扉的人面前展现可爱的一面，想要打开他们的心，只需要给他们这几样东西就可以了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，如果觉得对您有用，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。